当地时间2018年9月21日，美国芝加哥2018拉沃尔杯首日男双，费德勒搭档德约科维奇对阵安德森索克。图片署名东方 IC。 首次搭档的天王组合在比赛中发生了尴尬一幕，德约科维奇在一次回球中用力击中了费德勒的屁股，球弹出界。图片署名东方 IC。 在全场的爆笑中，费德勒笑看身后这位肇事者，笑得向队友尴尬致歉。图片署名东方 IC。 两个人最终1-2不敌安德森索克，看来单打赛场的两位天王来到双打赛场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磨砺啊。图片署名东方 IC。 不过这样的组合还是受到了观众们的强烈喜爱。图片署名东方 IC。